哎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啊，我皮球啊，我皮球啊，这个都，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两年我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啊，我是一个奶爸，你知道有些家长带孩子现在都已经快疯了，现在有一种新的教育方式，叫教育是教育，就他教给孩子一个道理的同时，还让他学习一个知识，啊，我之前在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一个小朋友把饭撒到我腿上了，我擦掉就完了嘛，但他妈妈一定要，快跟叔叔说对不起。对不起用英语怎么说？快用英语跟叔叔说对不起。妈妈怎么教你的？对不起 sorry， 对不起 sorry， 我在旁边全程配合。我就想看看这个女人对吧，要把她儿子逼到什么程度。而且我也在想，就是不是我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对吧，小朋友说 sorry， 我说 hold on， 拉出手机嘟嘟嘟，老婆让女儿接电话。哎，宝贝，来用英语跟阿姨说没关系，用英语跟阿姨说没关系啊！爸爸怎么教你的？没关系 ，You crazy woman， 来说。我很爱我女儿，我很爱我女儿，但前几年我真的非常恐惧生养。那我爸催我说：“你年轻人怎么不喜欢孩子呢？你怎么不喜欢？”我说：“喜欢喜欢，你看我多喜欢养猫，你就知道了。猫就是一个长到一岁就不再发育的孩子，而且它不需要大房子，不需要学英语，这个猫就是我最放心的孩子呀。”爸，你明白吗？我爸说：“哦，那咱俩一样啊，都养了个畜生。”OK， 谢谢大家，我皮球，谢谢大家。